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一起缝制布公仔的布篮。我们的公仔的 size 就是30×24cm。咁而家咧，我哋要预备嘅布咧就系34×25cm， 一塊系夹棉布，另一塊系普通棉布就可以啦。另外仲需要101cm×14cm 嘅夹棉布，同埋一塊棉布，同埋要两塊夹棉布，两塊棉布 size 就系46×5cm。另外仲需要一条捆边嘅 lace， 就大约要102cm。预备好之后，我哋就可以开始啦。我哋咧首先预备好大嗰两块布先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咧就要修剪四个角。咁我哋攞把间尺出嚟，咁就喺9cm 嗰度画一个记号。另外一边都系9cm， 要画一个记号。之后咧喺个角大约系45度嘅位置，亦都要画一个记号，系4.5cm 嘅。之后咧，我哋咧就围住呢一个角圆圆地咁样画一条线出嚟。画好咗条线之后咧，我哋就将呢块布对接再对接，即系话咧有四层布喺度。咁因为呢个系底布，咁所以比较薄嘅。咁我哋就一次过咧可以剪四个圆角啦。我哋底部剪好咗四个圆角之后，就铺上夹棉布上面，而夹棉布亦都要跟住呢个圆角去修剪。咁而家剪好咗啦，我哋咧就要预备做下一步。我哋攞把软尺出嚟，要度一度全个边嘅长度系几多。度好咗之后咧，我哋就要剪嗰两条布条啦。咁嗰个布条咧就系14cm 高，阔咧如果跟我呢一个位置咧就大约101cm 长。咁我哋咧将呢条布条头尾车一行线。无论是面部和底部都是要这样做。之后我们将这个14cm 高的布条面叠着面，在边那里围一个圈，找些夹仔夹实它。如果我们不够这么多夹仔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四分一四分一这样车，一路车一路夹。我们大约距离布边 1cm 这样围着整个圈去车一行线。底部、面部都是同样咁做。我哋而家咧要预备车手腕带啦。咁首先我哋拎夹棉出嚟，之后再铺上一条底布，上下各车一行，两条都系咁样样做。
我哋车嘅时候咧，距离布边0.5 cm 就可以啦。之后咧，我哋就可以揾一啲小工具咧，帮助去反转呢两条手环带。咁我哋反转咗之后咧，亦都要再喺一个手环带上边同埋下边，大约系距离布边0.5 cm 嘅位置，再车一行线，两条手环带都要咁做。而家我哋就要准备将手环带车喺布篮上边啦。我哋再攞翻八间尺出嚟，喺布篮嘅中间做一个记号，左右各6 cm， 再做一个记号，上同下两边都系咁样做一个记号先。做好记号之后咧，我哋就攞手环带出嚟，好似而家个图咁样样，揾啲夹仔固定咗位置先。我哋夹好咗夹仔之后咧，喺每一条手环带嘅边位嗰度都车两行线去固定佢。我哋而家攞翻块隔棉布出嚟，面向住自己，之后底部亦都系
面叠住隔棉布的面。我们现在就围着一个圈呢，要车一行线，距离布边大约1cm， 预留大约3至4寸的缺口，不要车。建议大家呢，如果车到去手腕带嗰个位置嘅时候呢，就车慢少少，因为呢嗰度呢都比较厚啲嘅。之后我哋就可以开始反转成个布篮㗎啦。反好成个布篮之后，我哋就用针线用手连翻埋个缺口。之后我哋就用烫斗去烫一烫布篮嘅边，等佢贴服啲。最后我哋就用 lace 边固定好喺布篮嘅侧边，之后就再车一行线。车好咗啦，放只布娃娃入去睇下啱唔啱先，真系好靓噶，我个女儿就非常之中意啦，快啲车翻一个俾你哋嘅小朋友啦。下一次将会同大家一齐分享车单人床嘅床单，今次我用咗个新方法去车，大家记住收睇啦，多谢，拜拜。